我们是民营企业，我们去年就增长得很好啊。中国的经济我认为未来一定会很好，但是我们大家都要有信心。对，我们面对的所有的问题不是中国人，是全球大家人类面临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努力。技术业不断地去创新，创新与挑战来实现新质生产力。我觉得作为中国制造业，在新质生产力这样的一个提示下，就是我们更应该做高品质的产品，用心沉下心来做技术研究啊，不要急于进入短期利益驱动，而是更重要的考虑的是技术未来支撑的发展。